猪头的正确吃法啊，来一个澳龙啊，老铁们，看这肉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大肉！大吉大利，今天吃鸡。今天再来个油泼龙虾啊，上油！我天哪！哇，双击啊！和视频只要500双击，双击，再上！好嘞，老铁，下视频开吃啊！老铁们，马上直播啊！哦，这宝贝儿鱼子。香辣的小肚心儿，据说几个猪上只有这么一根，我尝尝。然后，这个视频我只是用剪刀来不吃啊，咔嚓，这是一个展示剪刀的视频，就是让你们看看肥度。一道鸳鸯菜，是不是啊？祝双击的朋友们啊，早日找到自己的归属，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啊，雪干，老铁们啊，这个火鸡面呢，自制的啊，只能一个月只能吃一次，吃多了容易挂呀，老铁啊，能不能给个双击？我们猜这个是什么？老好吃了，大张一腿，腿味道怎么咋地？我来个吸盘尝尝。嗯，哎，吸盘梗轴的挺好啊。来了，宝贝儿啊！今天来个油炸小黑粉儿，看看爆不爆啊！爆的话就双击666。哦，哇哦，太棒了！油炸大章鱼，有好这口的没？这是熟冻的啊，本身就熟的，蘸点料就可以吃，味道一般。吃个皮皮响吧，霸气澳龙，看咱口里有没有货。全是肉啊，双击啊，老铁们！
原汁原味的白肉。来个小帝王啊！哦，红红火火傲龙仔。哎，看一下。哇！来，吃螃蟹。你吃螃蟹。兄弟们，两个鸡腿，给我两双鸡就行，谢了。行，炒菜上面赶紧啥？